基地位于嘉义市文化公园的平台，而我们的功用主要是给管乐节演奏者有固定的表演舞台，改善以往拆除式舞台的不方便。结合西方达文西木桥原理及东方虹桥原理，将原本建造桥的方式改造成舞台棚架，不仅可以遮风挡雨，还可以增加休闲游憩的场所。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设计图。原本一开始我们的屋顶材料是为玻璃帷幕，可是后来考量到经济跟环保问题，改为屋顶膜。这是我们的模拟现场图，也是我们所预期的成果。而中间这些就是达文西木桥原理。看到我们的架构图，第一步为一上一下交叠，基本架构为井字。第二步则将四边穿入，使互相叠合，使架构更稳定。接下来带大家看达文西基本架构的方式。以这样堆叠的方式可以使结构更稳定。